已经把这一个耳机已经开发出来了那我们今天早上的一个研讨会呢，就是请各相关的县市地方的一个乡镇公所那能过来以后，我们跟他讲这个未来的整个防治的一个方式，以及经费的一个采就是有关这些耳机的采购以及分配那接下来的时间大概就是把这些耳机透过采购的这个步骤，然后送到各乡镇公所。好，我想这个是等于是农委会跟这个环保署共同防治我们在田间以及我们住家环境，所以我们会把我们住家周围的这些不必要的一些比如像竹竿啊，或者是这个水管啊等等，可以移除的把它移除，废弃物也做一些清理，阻断这个琉璃进到我们居家的，特别是在像隔板、天花板这边来筑巢。那我们透过这次的这个发放的耳机，我们希望能够在住家的外围，我们放这样的耳机之后，让蚂蚁食用之后带回去这个蚁巢，然后分食之后能够把这个蚁巢的这个蚂蚁同时把它灭除，希望这次是全面性的来解决这一个问题。